又是 DJ Leslie 来为你报道最新的消息。我们现在拍完眼光，拍完了哦，知道吗？现在。你觉得这个，这一部东西你拍了回家？我觉得 ，OK， 帅，国荣不够帅，拍了一半呢，对，觉得今天效，今天的收获会好吗？不错了，就第一次一点紧张了，第一次拍是一点紧张，不过 overall 还可以了 ，OK， 对。没有什么角色了，很闲。我没有给你一个角色。有啦，开玩笑，很爽很爽。可是我紧张也是，肚子也饿了。我的麦克风小女孩 ，Hello， 打电话啊，来谁？啊 ，Hello， 我是 KF 一号 ，KF 一号，但是 KF 一号拍的是最好的吧。我们在等什么？我们在排队见耶稣啊。他等一下要亲自来审判，还有，审判点是哪里啊？哎，爸爸，你好，我是 Melvin。对，我们才刚拍好今天晚上的星，就是在谢恩堂里面。然后我们刚才花了很多时间在拍我要做那种变态佬的 part， 那个全部给他搞砸去啊，然后全部给我搞砸，所以可以就两点可以拍完，结果现在已经是六点了，已经是准六点了。所以其实他脸太好笑了。这里要奉劝以后的 director， 你们选演员尽量不要选像 Melvin 这样人。一二三。当然有钱不是不好了，可是你要花在用在适合的地方。你这样每天乱花钱的，你都已经有这样多眼镜了，做梦你还要买这样的眼镜？哎，这个名牌，这很名牌的嘞，出名的是 P3 Philip Morgan 出的嘞。我不会的。啊，你就这样，这么爱慕虚荣干嘛？我跟你交往又不是因为你的钱。还有呢？喂，林，过来喂。等一下。喂，你干嘛？喵兵。好假。来亲一个来。喂。喂。回来啊。喂。喂。他叫什么？什么饭？怎样？一二三，从头再来。不是，哎。我不用讲话了，他讲就好了。怎么办？撞到人了！打电话！怎么办？快点去打电话！快点！荣，国荣，你还好吗？我们到化妆时间。我看到其中一个人化妆。其实，他旁边他嘴巴那个快要流下来了。啊、可以变成可以，没有，现在要快点拍了，不然再干掉了。
看揭露了，看揭露了。不要说话了，再收收收收，快点，不要，再来一次。我觉得可以了，来，茉莉你觉得呢 ？OK， 可以了。哎，我觉得很真的很受伤哎。干揭，可以了，那我觉得可以了，可以了 ，OK， 他真的伤得很重。但是现在又开始打了，现在快点快点快点来快点来，看看看，这中间那一个人被人打，超好笑，底裤还跑出来了，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长得太远到，全部拿出来吗？起来，打起来，你看，接才解释，你看他摸哪里？哦，不，不，不，接才解释，啊，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请问你为什么被打？我个人觉得是因为我长得太好看，人家妒忌，所以说人帅人造人打，所以呢，所以说人红造，这是长得帅的后果。啊，好的，谢谢谢谢。OK。摄影师冲啊！对这部戏有什么期望吗？没有没有什么期望，就是希望，大家看了有所。有所想法，有所得着，嗯。OK, cool.